面插一只猪尾，嗯，对不对？我们过年在这边过，对不对？嗯。啊。嗯。我说我们过年在这边过，对不对？对呀。为什么？回去了。不回去了呀。我们永远不回去了。嗯。为什么？这是我们的家了呀。我不要。不要赖皮，站起来。我不要。走吧。我不要。我不要。你蹲在那边是没有用的，我走了。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要？我不想要，我要回我自己的家。走吧，快去看看奶奶。哭最没有用。我不要，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在这儿？又不是我。我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我不要。你不是在这里很开心吗？我不是，我在这一点都不开心。你每天喂猪不是？去看看你的三只小猪吧。开玩笑呢。